迄个所在就是日月潭的缆车中心，咱即马要来搭缆车。遮就是伊的缆车中心。叫河北哈、啊，大概每30分钟可以载1000人，所以只要等哈，拢啊免啥排队啊，反正你在门口等就对了。好像是在日本坐，像日本哪边哦，就坐缆车，然后在夏威夷，瑞士坐那去澳洲啦，雪梨啦，那个蓝山啦，哇，出发喽，飞呀飞呀下飞机，啊，原来不是看湖哦，看山嘞，还没到。我不在后面呢、啊。你后面没有长眼睛吗？不管它，反正最重要是要拍到后面，高一点。嘿嘿。这什么？救护团去哪？啊，你妈妈搞看到？有啊，那边有看。上面是什么？对，那个，哎，那边好，哦，那边也是一个饭店。哦，这样可以看到整个日月潭哈。三条。哦，你看远远的中央山脉哈。从那边，然后还要到那边去。哎，好像车辆不同哦，那边有颜色，那边都是单一颜色。可能是那边另外一个，那边是另外的嘛，哈。对，那是直线的，因为没办法这样弯，那个完全不一样，那个、都是车厢颜色那个。嘿，我也觉得车厢不一样。这是九族文化村的、哦，这些树这样看起来，还大怒神的啊，不输瑞士呢。我们个直接枪，这不输呢。那、你们进去九族文化村里面玩吗？有啊，哇，南方就消满了，睡了，那这边就要下来啊。哎呀，可以去啊，来家休困啊。哦，啊，待会儿又从这样再回来，应该是。也有啦，到时候就坐车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小心不要打开了。反正他加起来，坐过来以后呢，就可以到九族文化村。那当然还要再另外买票了哈。有啦，我们去年来坐过，真的、哦，那就他们两个又是吵着一
能哦。现在答案。